学佛啊，要学得佛心入咱的心啊，咱也会当用佛心对人啊，谦恭待人啊，人人皆是佛啊。所以咱对人啊，不管是什么人，是大人是囡仔，是老人，哦，或者是中年人，凡是人类，咱拢爱谦恭对待，家己爱真谦卑，对人爱真恭敬，不分男女老幼啊，贫富贵贱，咱一视平等，就是尊重。安尼呢，那就是啊，用佛心看人，人人拢是佛啊。咱也会记哩，上不轻菩萨就是安尼啊。他不管是什么款的人，侮辱伊、骂伊、拍伊，伊都是同款啊。闪开啊，顶礼啊，恭敬啊。啊，我唔敢轻视你，因为呢，你将来我哪会当生活？看，用这种的方式，也是一种的修行啊。另外呢，咱爱听听，提高境界，唔通有习气啦。有时阵啊，无心之过呢。嘛会同款惹来了咱累生累世的因果，所以定定甲逐个人讲修行啊，咱是咧改变咱的习气，歹的习气呢，毋通伫咱的日常生活形态中出现，爱怎样？累世习气，随气下啦，一时轻蔑啊，不敬重哦，虚言作人欲果报啊，那改心虔诚结好缘，咱来时时提高境界，咱来谨慎对待人，啊，唔通讲哦，啊，讲笑的啦。啊，凊彩啦，唔通哦，或者是呢，那看到别人啊，有时阵啊，真正的无奈的习气，那是别人的习气，咱就唔通吼，无心之过，啊来学人迄种呢，无好看的习气吼，安尼呢嘛唔通，所以啊，佛陀也是安尼甲咱警惕。哪怕你是无心之过啦，同款，你对待迄个有修行的人，去甲伊作人伊，啊，或者是恶意的态度，互人不恭敬伊，安尼呢，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。教幻菩提是一位真有修行的人，但是呢，伊有一种呢与生俱来啊，迄个习气。真侪真侪生的以前啊，从细汉啊就出家去啦。僧团中啊，有一位老比丘啊，年纪大啦，无喙齿啦，喙拢不断的滴滴叮当，滴滴叮当啊。小沙弥啊，看到这个老比丘，真好耍啊。
定定甲伊学啦，学伊吼嘴会形啊，啊无代志嘛，安尼直直叮当，直直叮当，亲像伫咧抱物件共款。啊，有时阵呢，老鼻涕呢，伊嘛会亲像牛伫咧烤薯啊共款吼。这个囡仔呢，常常背伫伊的身躯边，安尼甲伊捉人啊。迄老鼻涕啊，啊，就想讲啊，这囡仔呐，拢无去烦恼啊。旁边的人啊，都会甲伊讲：哈，小沙弥啊，对老人爱尊重哦，唔通遐尼正调皮啦。啊，伊就搁在用迄个老鼻涕迄个形态呢，又搁在对其他出家人，就干那安尼变成了伊的习惯。从安尼开始，五百岁拢总是出世伫迄个牛，牛拢爱食真侪草啊，食食咧吼，一边拖车一边犁田的时，伊就会搁在翻草啊。五百岁都是拢做牛啦。五百岁了后啦，才搁在转做人，迄个习气呢，搁带来人生，所以伫人生呢，搁在五百岁真辛苦吼。虽然唔是虾米恶意，但是呢，对一个有修行者呢，一族人，我那爱修佛。一直到佛世这个时代，虽然呐、已经是有这个因缘随佛出家啦，不过依习未断，亲像牛伫咧翻草啊，迄种的形态拢无断的吼。佛陀呢，看到伊这么正有修行啊。烦恼讲吼，现在甲伊同世的人呐，那是阁有不敬的行动，嘛是同款会做着业吧。所以佛陀啊，予伊关着一个素珠，甲大家人讲哦。伊安尼嘴直直叮当，直直叮当啦，其实呢，伊是伫咧念佛啦吼。将佛呢一教法入心嘛，所以希望人人呢对这位尊者一定爱有尊重。甚至呢，也嘛惊讲哦，这位尊者呐，去伫外地吐蕃啦，有人会做考验。所以佛陀就讲，你爱去受天人降哦，卖伫人间吐蕃。佛陀入灭的时，这尊者呢，伫天伫咧受降，听到这个信息。悲伤啊！赶紧的挑面顶礼，而且讲啊，佛灭度啦，我随去。这位尊者，他在人间呐、其实呢，就是无心之过。你看，伊要入灵群呐。佛陀都真担心哦，所以呢，用一种的方法，甲大家人讲，伊是伫咧用功念佛，也阁烦恼伊讲吼，那去吐蕃的时，有个人无了解，嘛会做考验啊。
所以伊就特意去哩天堂啊，成就伊伫天堂受降，看佛陀慈悲啊，疼惜这个地主，同时呢，嘛是疼惜周围的人，唔通呢去做着业吧，各位，咱爱想看是唔是呢？无心之过啊，嘛会惹来了呢，咱累世的业报啊。所以咱对人做事，应该呢爱用真虔诚的心，唔通讲吼，予咱的习气啦，带来了未来人间的苦啊！吼，总讲一句呢，爱大家人用心嘛、啊。对人事事爱用心，习气呢爱马上更改吼，爱改心虔诚，甲人结好缘。